一直往深处走，可以看见一座神庙，那里就是去幽都的入口了。一只鸟，比好多好多好多只大鹰加起来还要大。小心，这是阻止外人进入中皇山深处的骨雕。外人？那秦轩，你过去同他招呼一声。我和你们在一起，他不会认的。
他怎么？骨雕其实是灵力聚成，就算消失了，数天以后还会再出现的。原来大鸟不是真的鸟。山中灵力充沛，越往深处走越是如此。想来已经接近妹妹所说的神庙了。确实没多远了，我们继续往前吧。婆婆，晴雪，你实在太过妄为，竟将外人带至中皇山。他，苏苏也不算外人，他们那边也是信奉女娲娘娘的。婆婆，我只是想求娘娘救人。哪怕见不到他，如果挖皇神殿里的巫祝和灵女可以帮帮我们。前辈，请不要责怪清雪，一切皆是因我而起。如若不便，我们即刻离开中皇山。苏苏，清雪，你不会已经忘记擅自带人踏入中皇山？只要越过骨雕所守的界限，将要受到何种惩罚？不是说不进幽都就没事？我没有忘记。那么你已心有准备，将在龙渊石屋中禁闭十年，说话无人理睬。清雪，婆婆，我心中已打定主意，只要能找到救苏苏的法子，怎样我都愿意去试。前辈，我愿代清雪承担一切责罚，请勿怪她。你并非幽都之人，凭什么管我幽都之事？冒昧之处还望前辈恕罪，但事情因我至此，我不能眼看晴雪受罚却不顾。苏苏，枉能枉开一面，只因百里公子受煞气所苦，关乎性命，而地界幽都所传法术却可抑制他体内凶煞，我们为寻根治方法才会出此下策。对呀，屠苏哥哥煞气发作时很痛苦很痛苦的。婆婆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我们去幽都？娘是人间之人，不也一样？够了，过去吧。婆婆，自你们踏入中皇山的那一刻起，女娲娘娘已感应到焚寂之力，令灵女前来传话，放任通行。由此过去，自可看到通路，进入幽都便往娲皇神殿拜会。焚寂之力，这把剑当真便是被封印的七把凶剑之一。其中曲折
娘娘或许会亲自与你们述说。多谢前辈。神果然厉害得很，凡夫俗子一举一动他们都能知道。晴雪，今次你不过侥幸避过责罚，理当自省，竟敢将娘娘定下的规矩视如无物。婆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违背了幽都的法则。你认定的便是这个年轻人？心意皆是值得，不会到头来付诸流水。婆婆，我清雪，我们进去神庙吧。